能得冠军快乐。首先，咱要感谢陈校长提供这么好的场地，给咱哦，所以我们来感谢的。啊，噶有几个机会的同学会，哎，啊，这几个那同学发起，哎，很辛苦啊，大家能够有这个机会，大家来见面哦，大家当。做伙来见面，过来聚会遐侪，当做伙见面。咱各家的这些辛苦劳苦功高的这几个，同学啊，表示啊谢意啊。谢辛苦了，过去今天都有小辛苦。咱想起来哈，已经我去47年。啊！我问罗小虎在台中47年，啊，47年，我离开这个学校已经62年啊，62年，已经一甲子啊，所以这个时间吼，算起来是，我呐，非常的，你讲长也足长，啊，一晃眼话安尼已经过了，哦，啊，这个中间离开这个中间吼，大家失去联络，所以今仔日看到，我心肝内是无限的欢喜。看到大家安尼吼，安尼，你讲伊迄个、迄、那個、面容、迄、那個、名，我是拢还阁记个，还阁会清楚。哦，啥物人像林国梁、陈仁淑吼，啊，吴敬诚，你爱像罗翠花，哦，像这名我拢因为伫店面铺较早的时候，拢记得啦。哦，拢还阁会记，哦，还阁会记，但是人吼，人袂记，人已经来记，就是。因为就是像洪恩博、甲罗家豪，哦，啊个郑金英，哦，这三个我要不离不弃的，啊，其他的都无我是拢无。啊，这个60几年来，这会使讲，即马甲问起来，即马要离丰原，要离高雄啊，都会吼，是台湾各所在。啊，离开这中间经过5、6年，经过徐老师。甲恁指导吼，徐老师，这个真优秀的老师，甲恁指导了，恁咧来各行各业拢做甲真好，真发展，哦，啊，即卖恁可能也接近退休的时阵，哦，啊，所以恁事业上的发展哦，是才甲恁恭喜，
哦，啊，过过着迄个真幸福的迄个家庭的生活吼，甲恁啊各位同学，甲恁恭喜吼。啊，这六十几年来吼，失去迄个联络，这几年这中间吼，那过几年当了我了，伊就问我讲：啊，老师，你这几年是啷个创啥？啊，经过真啊，我相信讲每一个同学离开遐久，不看啊吼。应该完了，真想要爱知影讲老。